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，几乎所有人都有着一个想要逃的冲动，逃离紧张城市生活，前往一个慢生活节奏的地方，无疑成了旅行的真正意义。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看一个地方，号称世界上最懒的城市。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怡保，位于马来西亚，是霹雳州的首府、工商业及交通中心。同马来西亚大多数城市一样，怡保也是华人的聚集地。这里 90% 以上的人都是来自广州一带的华人，因此到这里旅游不用担心语言沟通的问题。人们都说怡保的华人美食是这座城市的招牌，因此来到怡保一定要有一个铁打的胃，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。并且这里非常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，无论是早茶还是宵夜都很对中国人的胃，来这里不放开了吃，那简直就是对不起自己的胃了。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怡保特色的白咖啡了。这种咖啡跟普通咖啡的最大区别在于咖啡豆的挑选和研磨工艺，这也使得白咖啡的咖啡因含量低出许多，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。除了好吃的，怡保还有各种大排档、茶楼、工人闲聊，这里随处可见的都是那些悠哉悠哉的逛街闲聊的老人。因此说怡保的生活节奏比成都还慢，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。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，当你老了，你会选择怡保这样的城市来安享晚年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